脚下去陈瑞，再回过来谢宗龙，这个中距离出手力道轻了，但进攻篮板泰勒站起的时候，哦，吴岱豪直接一巴掌就四在四成大关了。陈瑞第三次出手还是轻，进攻篮板泰勒分出来，拉拔张博胜的外线出手的自由了。这个还是因为是，所以张博胜跟陈瑞翔也很油条，也很清楚啊，就让他上了。哇，泰勒这一球，天啊！看到泰勒这一个，真的是起飞的时候，大概已经目光瞄到篮筐在哪里了。张博胜没进，这一球泰勒，哇，哇，他今天是完全释放了自己。是，而且这个扣篮真的是几率万钧啊！运球之后呢，给射手后挡大小是球员很习惯的一个进攻模式。再交出来，泰勒在弧顶外线出手，这次进了！哇，这个进球对于泰勒来讲好久啊，等好久，等很久了。这个三分啊，稍微把这段最近的得多的球队啊，是。那当然，凯尔的功能会被这个限缩在外围的射手跟球的传导者啊。是。来了，配出去，陈瑞在外线，火力支援终于来了，凯尔就必须。哇，泰勒直接砍三分，哇，追上来了，49-52，是现在的台英啊，在第三节活了过来啊，这球出手轻了，谢宗龙，可惜勾轻了，但泰勒再补回来，对，今天的进攻篮板上面来讲，台英已经有十个了，对，往里面开，正是一个火锅，泰勒等你很久了，是，不过这个泰勒其实真的整个沟通都做得非常好，泰勒。面对欧兰德胡丁直接出手，三分球，来了，哇，好球！九分泰勒的背后传球，造成了谢宗龙的双手暴扣。所以这一场球赛，其实台银可能会有一个两位数以上的比分落败，但是打到目前为止啊，还是一个咬住的情况，而且这。这次的出手实际上没有啊，但是其实又是跑出了一个空档，陈顺祥直接杀上去，两分先收下，最后的三分钟啊，现在这个才来处理啊，凯勒直接杀上来了，过来得手回到凯勒，没办法了，一中是呼约啊，在第四节啊，一度虽然是被台银追成了63比